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听说南加州的裸根苗上市，哇天哪，怎么这么快？不是要到一月份的吗？哎 ，Home Depot 啊，赶紧冲，赶紧冲！最重要是听说啊 ，Eden 龙沙宝石也上市了，看图片能不能马上认出来？龙沙宝石在哪？在哪？在哪 ？Eden 网红玫瑰，据说到了。哎呀，哪些我其实买过太多，家里不能品种太多，我现在要精挑细选。可问题是，哎呀 ，Black Baccara， 那我得买啊！虽然我们家好几颗，但是这个黑玫瑰实在太好看了，扦插不容易，干脆买吧。好 ，Black Branca。挑一颗裸根苗吧，其实我真特别喜欢。啊，自生根的小苗，因为以后长得很大。这个裸根苗看运气，比如这个对吧？看起来这么健康的，有一个黑的不好，枝条要那个很均衡的，要看就是要很有活力的。嗯，像这个不是太好看。哎呀，莱布兰卡其实我不太需要，我只看紫色的。这个 Angel Face 紫色的不错，是不是要一颗呢？可以考虑。我看，我怀疑是不是有人封文把一等全买光了？不会吧？嗯，我一般眼睛只看得到紫色花，非常的有自己的偏好。Queen of Elizabeth。去年种的不是太好 ，New Dawn 很大，但是花太少。Erlum 其实效果不错，这个紫色的很值得推荐哈。我们家种的那一颗去年的还不错，但是我现在要挑那种花量特别大的，种的这么辛苦，你要给我看花呀，一年开几朵的，我真的没兴趣了。不知道 Angel Face 怎么样子，如果说买的话也是试验品。Erlum 啊，推荐，紫色的 Erlum 推荐。Angel Face， 一等应该很好认呢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呢？是不是有人来这里边直接买光了呀？太厉害了，真的被扫光了，看来是。哎呀，既然来了，怎么也得买点吧，那就紫色系试一下。Black Fay 这个是淡紫色系的。这个比较健康，这个蜡据说不用拔，但是我建议一定要拔掉，因为我去年发现没有把这个蜡去掉的就是影响成长，所以一定要记得把它拿掉。这个两颗比较之下，这个比较均衡，那我就来这个吧。这个是淡紫色的，这边的是不是更好呢？看看好，还来得早，还是蛮多选择的哈，所以喜欢养花的朋友冲啊冲啊冲啊！看起来哪颗好呢？嗯，一二三，三个大组织，一二三四，五个大组织，好吧。这一颗，希望你要好好长。来这一颗，啊，竟然没有买到龙沙，真是的。二龙建议朋友们来买啊，我已经买过了，去年买了两颗，已经种的马马虎虎。但是花确实是很好看的 ，Angel Face， 来这颗，紫色种一种，出来效果再来决定。这种就是属于美国的这种现代 rose 哈，现代 rose， 比较。就是这种花型是这样子的，包子花呢就是英国玫瑰的效果。OK， 再看看有什么品种。哎呀，拿个篮子过来。那我去年、前年吧，运气挺好，我在Lowers 就买到了四颗龙沙，所以呢自己留了两颗，送出去两颗，
结果人家送出去的开的比我自己家的好多了。诀窍就是要先下地，不能等太久，真的比我的早下地两个月，那去年都开了一大波花了，所以不能懒。 Iceberger 哈，这个在南加州太能长了，但是建议就买藤本吧，我觉得藤本更好。哎呀，还看看呢，这个啊，一点都不建议，病殃殃的，我种了一年两年，一点效果都没有，叫做 Zephyr， 叫不出来，我叫它 ZD。好了，这个 Black Baraka。还是算了吧，因为我们家有一棵巨大的，然后我这个扦插也好像不是太难，就不买了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虽然没有看到龙沙，我估计是在别的店，在 Orange County 什么地方就被买光了，但是还是有些可以来挑一挑的，就跟大家报告一下。天哪，这个南加州都没冬天呢，在圣诞节前夕12月15号竟然罗根苗就上市了。好了，大家一起加油，把玫瑰坑越挖越深，我就来两颗紫色的吧，记录一下，两颗现代玫瑰紫色的 Angel Face 跟 Luckfield。 Welcome to my house。